等了10多分钟、15分钟的样子，来了一单汽配，闪送，是这个是吧？好嘞。537004是吧？074。537074。闪送了吗？啊？是您这闪送是吧？对。哎，有个码。486。198。啊，可以了啊。嗯。看到对面那是啥了吗？海鲜市场，我从顺义那边啊空放到这边，然后在这等一等，一个多小时了，没给单，也可能就是真没单。周末这个情况就是这样，单就是比较少。啊，我们在这等等看看有没有单啊，一会儿。这当然这边单多，但是人也多。看看我是不是炮灰啊，一会儿给不给派，你看那老哥就给派了一个，拿着过来了啊，所以我也等一等，这就是海鲜没等来，等来一单鲜花啊。哎，这真是奇葩啊，这么近都不给派。嗯，这个是吗？哎，好嘞。你好，很不客气，很好。送完了，人家就在这等着呢。哎，我觉得还是不要送鲜花了，因为这种东西吧，你不敢骑快，4公里，然后用了20分钟，因为你骑快了，怕把那个花给吹坏了，尽管它套个塑料袋，但是也害怕。哎，接单验证了，我先验证完吧。刚才不来单，现在来了一个海鲜。刚才我在那等海鲜的时候，他不给我。现在我只要离了2公里，他又给我一单，13块钱。啊，取到了，来了就取。你好，送完了吧？这单简单。价格低又近，11分钟。又来一单送披萨的，1.6取件，送件3.4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华贸天地，我也去过了啊，比较好找，轻车熟路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完了，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，所以1-2分钟就过来了。然后过来以后，人家还没出摊呢，等了3-5分钟的样子吧。当然能接受啊，因为毕竟我就在楼下嘛，比较近。哎，啊，这边，这边，那不客气。送完了，14分钟，要是不等人的话，我估计10分钟吧。好了，继续等单。这跑的几个都是小单啊。哎呀，是因为我刚才设置的都是0到无限送，他我设置0到无限，你就给我派小单，就不给我派点大单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设置5公里起送了，刚出他这个小区这个门口啊。就给来了一单，取件2.1，送件7公里，6.5。你要闪送？闪送是吧？哎。弄好了没？好了。准备给发吗？嗯，这个。好嘞。串。我拍照啊。01554。好嘞，稍等啊。上班一百二，01554啊，是是是，好的，那我记下来了，好啊，01574，这电梯就在这等我呢，这网怎么那么差哎？
船也船不了。你好，闪送到门口了，32。啊，我买水箱。啊，对，有箱子，对。好嘞，那我放到这儿了啊，嗯，好嘞，好。196。啊，174396，174396。哎，好，可以了，那我放到这儿了啊。好，啊，再见。又来了一单啊，还是在人家单元门口都没走呢，刚出来就给了一单。哎，闪送它现在就卡在你那个设置的那个送件距离的最小值啊。我设置5公里，它给我派6公里的，又是这样的一个单。哎，你好，这个是吧？对，好嘞。需要给你拿个袋子吗？就是一个茶叶。啊、对对，您拿一下也行。89437。好嘞，需要订一下吗？啊？需不需要订起来？不需要。好嘞，那再见。取一包小茶叶。这茶叶咱也不懂啊，这么一小包拿着感觉没东西，我估计也就是50克都不到，30克的样子，它至于发个闪送吗？花快递费花个20，对吧？哎，咱也不懂。您好，这有个取件码。好，可以了，再见。来单了，来单了，到一个口腔医院去取一个文件，送到望京。你好，是这个是吧？2个啊。好嘞，我拍个照。49267。好，492。49267。对，492767。67。好嘞，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两个是什么呀？啊，你看位置固定器，嗯，好吧，好吧，咱用不了这个东西，赶紧给人送了。行，闪送。闪送码是707478。707478。好嘞，来两个。送完了，24分钟，望京这边太堵车了，所以稍微有点慢。中午1点了，1点半了都。饭还没吃呢，再跑一单就8单了，至少今天不会扣分了。我还买了一个盾牌，保一保分，涨一涨，然后看今天啥情况，看看能不能跑14单，能跑14单更好，跑不了到晚上天黑就回家，因为现在已经1点半了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有点饿了，一会儿看来单就跑，没单的话看情况找个东西，找点东西吃，吃不了饭了。刚走出来就给派了一单，美蛙到康营。康营是哪呀、啊、我挺熟悉的这个地方。哦，往顺义那边走，看看啊，啊真是，哎呀，到了这边没单了怎么办呢？没单就回家，嘿嘿。这美蛙一出来，一出电梯就是美蛙啊！嗯，饿了25，饿了25，对的。这取完件了，走。送这一餐赶上道路封闭，开会的人员从这边过来，从那边过来，然后这边封了，然后那边估计也封了，可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走了。嗯。
哎呀，终于可以走了，等了5分钟吧，等了5分钟，他们开会的那些领导人从这条路过去。哎，今天真是到哪都分，哎，又赶上红灯。嗯，又赶上红灯了，你看看这些开个会啊，多大的正事啊，小小。我刚才从那个北五环那边过来，就是比如说从会议中心那过来，也是一堆警察，然后把路拦着，还好我过的时候没拦着我，然后我就过去了。我没想到到这个地方还是要被拦，这一单送的耽误事儿了。这一单这么简单的事情送的真不容易啊，终于到地方了，在望京那个地方赶上交通管制，那原地等了5分钟还是10分钟啊，哎，等完以后本来那个地方红绿灯就多，然后再等了，红绿灯多倒不怕，至少能走啊，那原地等待你可真是费了劲了，等他们都过去以后我们才能走。哎呀，他们都是谁呢，大家都懂的。你好。拿好啊。好，有点热。好好，再见。我帮你把门关上了。去买点吃的去。你看37分钟。哎呀，真是折腾人。关单了。跑了8单。才100多块钱。今天派的全是小单。刚在那个卖饼的那个店买了2个这种。你可以选择加任何东西的一个饼，主要是肉，还有什么香肠啊、里脊啊、红烧肉啊之类的，然后加菜，然后饼，1个6块，2个才12，在村里面买的是真的是实惠啊。哎呀，现在开吃，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这已经快2个小时了，都不给菜单啊，我怎么设置给送件距离都没用，反正你都不给菜。在望京那儿单多的地方也没给菜，也不知道都派给谁了。然后我现在四处溜达溜达，看一看，换个地方看看他给不给菜单。这周日啊跑单跑一天，你还不如平时晚上跑3小时。有想干全职的这个小伙伴啊，我们也尽量三思啊。像我这跑兼职的，我可能还好点儿，毕竟不用靠这个生活嘛，就是跑着玩儿。你要是干全职的话，我估计天天这样的话都愁死了。你每天挣不到300-400、400-500这样的，那你还干的有啥意思啊？当然了，大部分干全职的，据我了解，每天平均也就是300块钱。这样的话，相对来说啊，收入就比较低了。真不容易啊，等了2小时吧，来了一单。还是这个海鲜市场啊，今天这个市场的第二单，然后送件7公里。记不住。来了自己拿，哎呀，早上来过一次，就是他们家，然后他们都把那个收拾好的放这儿，自己拿就行了。轻车熟路。你好，海鲜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你说来也奇怪，你说这个地方都没有单的地方，也不热的地方，居然给我来一个这样的单，你说奇不奇怪啊？对吧，我都想走了，给我来一个30公里的单，52块钱。这个是吧，
对，没有码。哎，好。喂，你好，闪送，我现在正在给您送件儿。那个，您是你着急吗？着急要的话，可以走高速的话，您着急吗？不着。我现在出发，如果那个不走高速的话，估计会慢一点；如果走高速的话，就快一点吧。行行行，好的，那行。刚准备想走呢，然后人家收件人打电话了，说少几个杯子，然后正好我还没走呢。然后呢，人家就没准备这个杯子，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。我说让他包一下，我感觉看起来还不太乐意，我这样的再给他重新装一下，一边装一个。这东西玻璃的嘛，怕给它洗碎了。我这里面是减震的，可能还好一点。把这个也放进来吧，这个没有那个东西。这样子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来看看这个能放吗？这个给它这样塞。反正给它塞紧，别让它晃就没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，我给它卡到这儿，就怕给它挤一震碎了，就完了。我不是白弄了吗？你给人赔，这应该还不够震的，还给人赔。把这个垫到这儿来，把这个垫到这里面，这样应该问题不大，对吧？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你好，哎，还是挺快的。哎呀，从那边过来还行，不堵车。那这有几个杯子嘛，后面您刚才说了这个，然后我单个掏出来了，要不然不好放，我怕把它挤碎了。来，给您先拿这个。谢谢。没事，还有这个。像这个东西得注意点。好嘞，姐您好。没事，拿好啊。不需要这个什么。我看一下啊，应该是不需要。不需要，好，可以了，再见。我现在该回家了，这回家也不远，其实十几公里吧，其实是还是能接受的。现在是几点？5点，不到6点。就算6点吧，还差2分钟。今天就跑了，我看啊，今天跑了10单，10单200块钱不到，193。今天搞的都是小单，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。20多公里，所以也还好。因为即使我不到这边来，如果我在那边市里面的话，送完再回家，可能它不止20多公里呢，可能会更多。所以今天反正也就这样了。那今天周日啊。周末的跑单啊，其实远不如晚上的效率高。可能周一到周五会好一点，白天，但是白天我跑不了嘛，所以说我只能晚上跑和周末跑。但是周末因为可能单少吧，效率远远没有晚上多，所以说能跑跑，能挣一点就可以了。基本上也就算200块钱吧。咱们这个号，这种小屁号，也不用抱那么大希望。毕竟咱也不是什么王牌之类的，也不是什么特别权限最高的骑手，对吧？他能给你派单已经不错了，要知足嘛，是吧？好，现在是6点钟，我就回家了，6点半就到家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跑了10单。然后就是这样了，到家吃饭休息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好，朋友们，再见。